要说 KPL 这个球季赛哪支队伍最强，目前来看那一定是 E-Star 战队，五战五胜，多数比赛都是3-0碾压对手，可以说没有战队能与之一战。而在秋季赛之前，原 E-Star 的中路和下路双人组都转会了，随即引进了3名选手，边路由 E-Star 的新人选手坦然代替。原本所有人都认为这样的重组战队前期在赛场上会是一片散沙，不过这也是正常现象，但他们并没有，甚至比 E-Star 上赛季打的成绩都好，这就非常离谱了。SK 到底是何方神圣，能让一支重组的战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融合的这样好，真是 KPL 各大俱乐部难得的教练。如今 E-Star 在最厉害的 S 组积分排行第一，虽然已经很强了，但要知道这个秋季赛的中期，也就是10月30号至31号的这两天， KPL 联盟会重新开启转会通道，只要战队在本赛季上场的选手不足10人，就可以在这个转会期买入选手。最近据主持人英凯在直播时透露，上次转会期因年龄不满18岁的青龙在这次转会期正巧成年，又因为他所在的黑肉战队已经拉垮到与他的实力严重不符，他确切地表示青龙定要转会，所以以他的身价，他只能会去土豪俱乐部微博、AG 和 E-Star 了。但微博刚买的花卷已经稳住了中单位置， AG 就更不用说了，就算效应不行，90%的表现和人气已经够亮眼了，最终 E-Star 是最有可能签下他的俱乐部。在上次转会期就传出青龙四去 E-Star 非常顺利，多数人认为他会去 E-Star， 而反观 E-Star 现在的中单签试虽然与 E-Star 产生了化学反应，但新版本即将上线 KPL 正赛，到那时队伍打出的效果还是未知数，而青龙的个人能力也确实超过了前世，所以很有可能 E-Star 会在这个转会期再次补强。1300万的中单青龙也即将连线，但小这个认为这次如果 E-Star 有意签下青龙的话，也绝不可能按1300万来结算，毕竟中单前世还能首发。最后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对此小伙伴们觉得青龙会去哪个战队呢？